內地發現億噸級油氣田。中國海洋石油集團宣布渤海再發現大型油氣田，根據地質勘探的資料，估計產量折算為原油的話達到億噸級，對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。這個油氣田位於渤海中部海域，距離天津市大約140公里，平均水深大約23米，平均每日原油產量大約是300噸，天然氣大約15萬立方米。